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老公最近变聪明了，不能再给肉里放调料，那咱就放到菜里。吃饭呢？来了。荞麦面皮儿。啊，荞麦面皮儿。你吃肉吗？啊？肉没放芥末。没有放芥末，没放芥末，放心。真没放。真的没放。你吃不吃？你不吃我端走呀。吃吃吃吃吃吃。哎呦我的妈。低脂肪荞麦麻酱面皮，开水冲泡即可食用。现在下单拍一发10，再送10包，到手20包，一包才1块多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你不是说没放芥末？我说肉没放芥末，又没说菜没放芥末。给媳妇加点芥末。你们猜媳妇吃了是哭鼻子还是揍？吃饭了。来嘞！啊，荞麦面皮儿。吃肉还有肉。你也吃。今天咋这么好？给我咋还夹肉？有芥末的肉夹给我了，这可咋办？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一会儿又都让媳妇吃完了，不管了，我也吃一块。那不吃这块？你跟我讲的，我等会儿吃。低脂肪荞麦麻酱面皮，开水冲泡即可食用。现在下单拍一发10，再送10包。到手20包，一包才1块多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肉就这么被媳妇吃完了。那不吃这块儿，咋想给加的？能，我把蒜吃完。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咋的？你咋哭的？咋了？
你跟我假如我感动的。吃饭了。炒米面皮儿。妹，你吃鸡腿吗？我不吃。你不吃？我不吃。这你都敢吃？我为啥不敢吃？昨天的节目都放空皮皮的，你打着哈谁？哎，喇叭山，真干啊，自己去去。低脂肪荞麦麻酱面皮，开水冲泡即可食用。现在下单拍一发时再送十包，到手二十包，一包才一块多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吃饭了，咱们啥时候去？饭好了。哎，今咋还拿盆扣着？你吃哪个？你吃哪个？我吃这个，这来有凝活。有凝活，我吃，我吃。那你等下吃，我吃完你再吃。行。麻酱面皮儿，我吃一口。低脂肪荞麦麻酱面皮，开水冲泡即可食用。现在下单拍一发时再送十包，到手二十包，一包才一块多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
这咋还几次？我这个有你们伙计呢，你要啥没？你吃快，你俩等着吃我这牛货呢。你吃完了？吃完了。我可以吃了啊。好牛货！这是牛货。